大家好。上集呢，我是把这小腿啊下的脚。咱先说这腿啊，这个腿像你要是看这腿啊，这个腿应该是咱有嘛讲嘛，这个腿这边还有个奶水，这边有个小点在这号。所以说呢，它这个面啊，它太小，一个水啊，你看我写的时候就知道了，不够力，这是一个面。这个面呢，因为啊这个个小啊，基本都能刮不完了。这个呢，你看哪块的，我拿去刮完了，刮过它。哎，刮过它之后呢，你看这都是。刮它之后呢，下的胶。咱呢这回把这胶下上，下上之后呢，咱看看这些胶都能不能拿。拿完之后呢，下去我一打蜡，咱就完活了。这个东西是我所有的东西，因为它是个手工做的东西，它不行，它就得哪儿来哪儿。你要是比如说人家那机器做的，那肯定是一模一样。你看照着这个小腿儿，你看这个小腿儿啊，基本应该还行吧。反正是，这样啊，就这些东西，就文案上这些东西，现在已经打磨了有我好个小时了。它那个东西不太好打磨，越小的越不好打磨。咱现在啊，把它下上胶。其实我这个东西，我前期有一个拍的是火彩，就这个东西根本就不下胶。现在我这东西要不下胶也老结实，但是自己用还是下上点好。我这东西是嘛东西？是一个烟盒，一个烟灰缸，还有一个打火机盒。这个东西啊，就是头条里啊，我因为我上了一个打火机盒，还上了一个烟盒。头条里有人说嘛呢？说那意思。小老你做一个组合的东西，把这个组合上，哎，我也没完事儿啊。那你传统这个东西肯定是原先不准有，是我自己弄的，但是活呢应该是个老活，所以说咱们开好窗小窗，好几个人那么说，我说要不就做一个吧，那么着做个那个，这个呢就是那个抽烟的，做完了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，所以说，就是这个东西。这个呢是个盖儿，一会儿在哪块装它一下。你这个东西做呢，因为啊这个活啊，你比如说我要是在这凿这眼儿嘛的，一凿啊就是凿个十多分钟，因为它小啊不好凿，那你就没法拍了这视频。要想看我这凿眼儿怎么拉着榫头，怎么做这个，就包括这大火机这种小盒，就用榫卯啊，你上了一搜我名字在头条上就有的是。这个呢是这样的东西。有时候你不矫情，看那块眼角搁里头，这家搁里头，看就架着，看立起来之后，他们一搁它就出了一颗。这个呢，完全是跟那一样的，但是呢，这个是个面儿，所以说呢，咱把它下上胶，意思就是那么个东西。其实磨点儿也行，因为什么呢？不磨呀，它也掉不了，但是还是磨点儿好。因为我磨胶啊，它磨得多，挂一点就得了。磨多了还得擦。这个东西都是打号的玩意儿，这个活一定要拿手上有嫩的，尽量别让它弹起来。你听啊，这就是才十，就到底了。这个应该就没问题了。把脚插下去之后啊，也就完活了。其实这个东西现在就能做活，这东西要是说呢，
它本身就做住的东西，油胶啊等干了之后啊，它就没法擦了，再擦它老费劲。意思呢就是那么个东西。这个呢慢慢看了，搁这个，这个是个平板，啊，哪儿它也不掺的，就是这个平板呢应该是一个相当平的东西，哎，应该没嘛问题。这个呢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我准备呢咱就上装呗，这个东西是这样搁的，把这个，这眼钉啊，看这眼钉啊，是咱先教了一下。这个倒是看到，就是一个小角儿，啊，把这插在角里头。这呢，同样也是个小角儿，啊，把这插这个大眼儿也没有嘛，就是说别耽误太多时间，就是这样搁着的。这个盖儿呢是这样的，这个盖儿就是这么个签子，看这我事先打的眼儿，这眼儿你就按住了打就行，看我插上去，我就有一个。小的东西，啊，这能插进去了。一会儿我换一颗，就是我找了修理棍，这面呢也有个眼儿。这东西是这样，后面呢是垫的这块木头。这玩意儿个小啊，您都得全哈，这垫这块木头。抽烟的那个块呢，准备搁在这里头，啊，然后搅得清楚了。完了之后呢，这个呢是个眼钉，这个眼钉啊是这样的。因为我头一开始本身箱子我得要留两小水啊，完了之后卸在这里头。后来徒弟们说嘛意思呢，说那意思你挺好的一个小桌子，你把这上凿的都是眼儿，说的不太舒服。我说那就粘上吧，我把这块木头粘上，完了之后把这个呢搁在里头，啊，搁在这里头。到时候呢你这个眼钉我得把方可以转的六方，随便就是搁在任何地儿就行。还有呢就这个东西，这个呢我计划搁了一个打火机的盒，完了之后把它粘上。首先咱讲好了，这个没想做榫卯，这个是榫卯的，因为这都是小榫卯，而且这看了吧，这都是这个你要做了榫卯，你要下头粘上之后啊，它就把小桌子给破坏了。头开始我本身留了一块，留了一块我觉得在这打四个眼儿把它吸进去，后来我一琢磨要是真不用了呢还就留个小桌子。所以说这个呢，大伙儿就搁这儿，等于呢，这个就是个眼钉儿，上来一摊呢，反正个小点儿。这东西你怎么搁，反正就是个样子玩儿呗，大伙儿玩着玩的东西。这个东西说真的，不太好做，不太好做呢。反正这活儿呢，要那怎么教的了，我都教了，就都教的清楚了。做这个活儿只要有基本功，应该就问题不大。一会儿呢，我把这奶盘的。都把它装上，装之后呢，我把这底儿粘上，粘完之后再打蜡，打完蜡再来移，就正好。这活的缺陷在哪儿呢？这活的缺陷呢，十活九病。其实我的料我真有的是，不是说有的是，反正有个三方两方的，就是这块料我选了，那是个白色的，这个料啊，啊发色发深，不太好的在这儿了，因为他我这现在看着不舒服，我是定了一个角儿，啊，这边角儿没定。一会儿呢咱打打蜡啊，打打蜡咱看看啊，把它奶盘都装起来好不好。下集一会儿再说。好 OK。